在生命的轮回里，改变是唯一不变的定律。紧跟时代的脚步，建大完美蜕变，并跻身成为马来西亚卓越大学。今天的成就是建大累积多年半学级研究经验所取得的。建大已是一所全方位的综合性大学，并致力于培养学生应付各项挑战的能力。建大属于上市公司富达集团的附属机构。建大的使命是栽培明日领袖，创建他们辉煌的未来。回顾历史，建大始建于1997年，曾经是马来西亚公共工程局的研究培训中心 IUKL。 随后凭着一系列的革新，把办学焦点集中在科技与建设技术。建大的用心与努力，最终于2012年升级为全方位大学。今天建大是挺立于先进的优质教育的基础上，为国家及全人类努力做出贡献。通过各项大刀阔斧的改进，大学已把焦点从硬体设备转移至软体实力。因为我们明白人际关系和专业技术是相辅相成的，为此建大将致力栽培这两方面皆精通的专业全才。在短短两年间，建大的学术排名从较早前的四星级提升至卓越五星级，并荣获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 MQA 的认可。此认可来自建大优越的教学与科研。这项卓越的学术排名鉴定了建大的成就，并获得广泛的认可，让我们挤入马来西亚重点大学的行列。建大所提供的课程涵盖各个主要领域，且皆符合业界的要求。其课程主要包括大学基础班、专业文凭、本科学士、硕士、博士及各项短期课程。我们拥有先进的学术设施，同时名师荟萃，更有一些资深商业人才。在建大，提供优质教育是我们的使命。要做到这一点，需在师资及教学设施两方面下功夫，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考。建大更深感自豪，能为学生提供实践经验和建立就业自信心。多元文化的学习环境，让他们开展自己的思维及适应能力，和面对真实职场环境的信心。建大也为成绩优异的本科生提供经济援助、奖学金、学费减免及其他优惠。建大开设研究院课程及多项终身学习的机会，助你在职场上走得更高更远。建大坐落在占地600亩的益生商城，这将是一座先进与设备一应俱全的大学城，内有舒适的公寓与商业场所，为学生提供一个理想的求学环境。建大地理条件优越，交通便利，学生能轻松前往 Cyberjaya、KLCC 及临近市区。建大不仅受到本地及全球权威机构的认可，并有幸成为一员，这些成就更进一步肯定了建大。我们的学生也在许多重要比赛中展现实力，如在德国举行的 IANA。我们的学生就取得金牌的成绩，使我们的学生广受业界的青睐。建大是您通往世界各国一流教育的途径，凭借与全球知名大学紧密合作，学生们可享有优先转学安排或深具弹性的学分转移。建大的学生不只是认真求学，也被鼓励积极参与各项运动、社团和学会。建大就是要学生们成为全面的专才。
通过优良和实际的学习环境，从中吸取经验，并有机会在各大企业实习，其中包括在建大的母公司富达集团。建大是塑造您未来的大学，建大创建您的未来。